只需要三种材料哦，就可以做让你情窦初开又再开的冰山熔岩。真的吗？首先呢，准备一个蛋黄。好的，首先准备一个蛋黄，不过让我搞得稀碎，再来一个。你是不是鼻涕蛋？确实是鼻涕蛋呢。加一丢丢朗姆酒哦，它就会有一种高级香，但没有也没关系。确实没有朗姆酒就不加了，都一样。你接着呢，再倒入150克的蛋奶油，接着倒入不知道多少的蛋奶油，还有刚才的蛋黄液。你早说，我就不搅拌了，还得多刷个碗。就随便掰一点80克的浪漫巧克力，我就随便切了点巧克力碎。使用小火了，就把它们全部都搅拌成这样子。开小火搅拌，搅拌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就给它过滤一下，它才会滑腻哦。然后过滤啊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为啥我过滤出来的是油啊？每个人的生命中哦，都有一些很想要分享快乐和好运的 VIP。我现在只想分享我的疑问啊。冰山熔岩呢，就很适合笨不溜秋的蛋做给笨不溜秋蛋喜欢的蛋。我知道，我就是那个笨不溜秋的蛋，不然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。再把你的偏爱变成可可粉撒上去，把我的尊严变成可可粉撒上去，就是一个浪漫大爆炸，就是会让你的心看到都想要问他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融化？这根本就是一个翻车大爆炸，就会是让我的心看到说，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爆炸？